如果省下吃粽子的热量还有钱呢，也许可以帮自己买个加码的希望。因为端午节呢，大乐透加码3亿，威力彩加码2亿，就连冰果也加码，这一口气总共砸下了5.8亿，是史上最大手笔的端午加码彩金。端午节快要到了，台湾彩券公司4号宣布端午加码活动，总加码金额高达5亿8千万，是历年来端午节加码最多的一次，而且是首次推出3项彩券同时加码的好康。头奖的金额一次就是加码2亿，这是我们在端午节特别推出的一个加码活动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是在我们这个在大乐透的游戏啊，这一次有加了3期，每一次是1亿，那分别是在端午节前2天跟后一天。大乐透从6月7号起连续3期头奖各加码1亿元，6月10号开奖的威力彩头奖一口气加码2亿元，每5分钟开奖一次的 Bingo 奖金连续14天加码，总加码金额高达5亿8千万元。今年端午节台彩大放送，推估买气渴望增加22亿元，业绩有机会成长5成，民众不妨在端午节试试手气吧。联合报薛祥之台北报道。